的历史洪河中，存在着许多神秘的未解之谜。大禹治水，女娲补天是神话吗？人类文明的进展为何会出现超越当下的时候？各种猜测，众说纷纭。但实际上，真相要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。数十万年前，地球上曾存在过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。当时的上古人类掌握了远超现代人类的科学文明，登峰造极的基因改造技术更是使得他们最大限度开发了人体的潜能，可以通过吸取天地间的灵能来生存，甚至施展异能。然而一场极为惨烈的末日浩劫，使得当时的人类遭遇了灭顶之灾，无数的生命与璀璨的文明一夕之间覆灭。只有少数的上古人及时逃入地底避难，进入冰封的休眠状态，躲过了末日。此后，地球经过数万年的自我修复，又孕育出了新的智慧生命，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祖先。而沉睡在地底的上古人也纷纷苏醒过来，回到了陆地之上。他们看到了还在钻木取火的原始新人类，出于好意传授了后辈们耕作、冶金、建筑、治水、防灾等技术。许多伟大的文明奇迹正是我们的祖先在上古人的帮助下完成了杰作。当时的新人类将身怀异能的上古人奉为神明，为他们兴建庙宇顶礼膜拜。在各国史官添油加醋的撰写下，一部部传奇的上古神话流传至今。就这样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上古人大多都以神的身份融入了新世界，但也有一部分低调的上古人选择隐居深山，不问凡尘。然而，人们对神明的崇拜也逐渐催生了恐惧和欲望。掌权者们忌惮神权会动摇自己的王权，又贪婪地想要将永生与神力占为己有，于是他们或早或晚地以各种借口打响了讨伐神的战场。数量稀少的上古人终究抵不过千军万马，几近灭亡。没想到他们亲手教会新人类锻造武器，却埋下了葬送自己的祸根。隐居深山的上古人尽管逃过一劫，却被统治者们不断追杀，甚至被污名化成了可怕的山精厉鬼。曾经的神明转眼变作人人得而诛之的恶魔。世事变迁，早已无人知晓上古人的存在，唯有关于鬼怪的异世怪谈世代流传。而极少数幸存的上古人至今还默默藏匿在世界的隐秘角落里。南华，我鞋要砸了，但是我明天还要上班，所以我就先去睡咯。金夏，怎么了？今天是我们正式交往的第一天。所以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礼物？什么礼物啊？你可以先闭上眼睛吗？还要闭眼睛啊？好吧。跟着我走，不许睁开啊。哦。
小心，我们进房间了。可以睁开眼睛了。怎么样，和你设想的出入大吗？你什么时候？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设计比赛的奖状，这个就是我设计的荷包，还有这些，我不是都已经丢掉了吗？你都捡回来了？嗯，我有东西忘了，我去拿一下。哦，那你快点啊。马上。所以这些就是你那天说忘记拿回来的东西啊？嗯。干嘛捡回来呀？都是一些没有用的破烂了。才不是什么破烂呢，在你看来可能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了，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回忆，是我没能陪伴你走过的时光。那这些照片你是从哪找来的？抱歉，是我擅自发了你的朋友圈和微博。你发那些干嘛呀？就是想了解所有关于你的一切吗？那我的黑历史岂不是都被你看光了？哪有什么黑历史啊，我觉得都很有趣很可爱啊。对不起，我总是忍不住。忍不住什么？忍不住想看你的照片，搜索你的名字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想摸你的头发，甚至想偷偷亲你。你会生气吗？傻瓜，我为什么会生气啊？我总是担心自己太没有边界感，惹你心烦嘛。才没有，你可以再靠近一点。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南华，嗯，你能答应我？以后别光为了别人而活，也要为自己而活，好吗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自由自在的。自己想要的生活？对啊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想要做的？嗯，很久很久以前还有个计划，不过后来就没敢奢望过了。什么计划？安家计划。安家？那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当然能，能帮上很大的忙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那今晚就回你房间，我们躺在床上慢慢说。你的房间不都已经修好了吗？干嘛还回我的房间？今天晚上很晚了嘛，铺床比较麻烦，明天还要上班，就去你房间将就一下。没关系，铺上很快，我已经把你的新床品洗好了，给我5分钟。可是你不是还要说那什么计划吗？哎呀，刚刚不是说了明天还要上班吗？改天吧，我就给你收床铺了啊。嗯。本木头。
怎么感觉空空的？好像也不是很空。我去上班了。一路小心。快去吧，再不走上班就要迟到了。好吧。走了。好啦，走吧，走啦，走吧。再不走，我的铃铛就要过声了。我又能赶你出门啦。虽然和先前的感觉不太一样，不过最近我的灵能确实格外充沛。会不会跟我没有关系？这棵古树自从生根之后就越来越精神。不知道，不过它生根之后生长速度确实比我遇过的快上太多了。果然和我没有关系。或许它生长如此迅速，正是因为你的缘故。怎么说？器皿与我息息相关，一切变化皆有规律。它生长如此迅速，或许正是我们感情之间的反应。你想，我们之前每当有亲密之举，我的心情产生悸动，灵能便自然涌入我的体内。如今我们已然定情，许是如此，这古树才。我上班要迟到了，还在说。好。那个，要不要今晚回来，我们再试一下？试什么？超能。好。
晚上见。晚上见。拜拜。哥，早啊。早。金夏姐去上班了。嗯。你今儿这么早值班，吃饭了吗？没吃的话，进去吃点，我多做了。吃过了。那就好。我感觉哥跟之前相比好像更像一个人了。啊，我之前不像人？以前哥虽然也是彬彬有礼的，但总感觉有点距离，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变得有人情味儿。啊，是吗？我觉得一定是我还有金夏姐夫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想到今夏，我心中就有一种激动不已的感觉，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。那几千年来都没有人给过你这种感觉吗？这几千年里，接近我的人里，谋权谋财者如过江之鲫，数不胜数，从没有人像今夏一样真心为我着想。看来哥已经想起很多事情了。已经忆起了八九成，不过世子离开之前发生的事情却始终记不得，只记得一直苦等，却始终记不起为何要等。可能还是灵能不足够吧。哥，你之前都灵能过剩发烧了，你可不要纵欲过度了。什么？你赶紧去执勤吧，不然又要迟到。哎呀，我不想去了，我只想帮你修房子。赶紧去上班，别惹文云姐生气了。况且我今早已经有约了。谁啊？我认识吗？认识。梁先生。李总，您到了。原来是李总，那我不打扰了，你们俩。李总。你们请。关于大楼，我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。小春姐，是他，李总。啊，我上次来的时候这树还没开花，长得真好啊。草木的生命力总是能给人惊喜嘛。没事没事，咱们先聊正经事儿吧。晴晴，老师，啊，今天有什么事儿吗？其实也不是什么事儿。坐吧。嗯，谢谢。我是来感谢老师的。和好了。嗯。真好，听你俩开心。要是没有老师，我和南华还不知道纠结多久。感情上谁都有过质疑，能成为你们的助攻手是我的荣幸。老师，你真是我见过最完美的人，我一定努力向你看齐，无论是工作还是人品。老师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无大碍。我其实想问你，金夏，自从跟丹华在一起之后，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什么
奇怪的事或者遇到什么奇怪的人？奇怪的人？没有吧？怎么了？说来话长，其实我从小经常做一些被追杀的噩梦，而且死法不尽相同。啊？尤其最近跟南华接触之后，这些梦境越来越真切。直到昨天，我跟南华谈话回到家之后，我忽然串起了所有的事情。说来真的很不可思议，这些梦境就像是我前世的记忆，而且每一世我都是死于上古人之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，由于我们现代人先祖的叛逆，几乎将上古人赶尽杀绝。从那之后，上古人便立下规矩，再也不能与普通人有任何瓜葛，以免造成重蹈覆辙。赶尽杀绝，南华确实有说过，在很久以前，上古人和普通人之间有过战争，但是我也没有听说过立什么规矩啊。那如果上古人和普通人有瓜葛的话，会怎么样啊？那个普通人将会被其他上古人灭口，就像我前世一模一样。啊。南华没有跟你说过这件事情吗？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，不过南华大部分的事情都忘记了，偶尔回忆起来的也都是断断续续的。那就对上了。对上什么？因为作为惩罚，南华被消除了所有与普通人的记忆，被夺取大部分的异能，身体虚弱而透明化，最终被迫陷入长期睡眠。变透明？这也没有发生过啊。而且南华说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见过自己的族人，他甚至怀疑自己是最后一个上古人了。那要不你跟南华说一下，他或许可以想起些什么来。嗯，可是这样吧，我给他打电话吧。老师先不要吧。谢谢老师的善意提醒，但我和南华才刚在一起，我不希望一些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杞人忧天，让他徒增烦恼。您不知道，他好不容易才有几天安心日子可以过。金夏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的安全才是第一位。那我好好想想怎么说吧。放心吧，老师，如果真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也不会瞒着他的。好吧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那你先下去工作吧，我稍后下去。嗯，谢谢老师。去吧。缺点天时啊。好，南先生果然是设计建筑的人才。您满意就好，有什么想法您尽管跟我提。我没有什么可吹毛求疵的了。说实话，李总您这么满意其实挺出乎意料的。原本我以为我的设计太过于古风，有点偏离了贵公司的调性，本来还设计了另一套方案。我们公司的调性可以先放一边，整体风格和望气镇统一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样我拿回内部讨论一下再告诉你结果。好，那有需要的话我可以跟您一起去一趟，向大家阐述我的想法。倒没有必要这么麻烦了，我就是听听意见，大体上是通过了。这边通过了。嗯，这个是方案的定金。20万？定金这么多？这不是没能给你署名吗？总该有些补偿的。您继续往下做，后续的尾款我们也会按时交付的。多谢。南先生，我还有点事儿，要不今天就先这样。好，您慢走。这是南先生，回见了。慢走。
这是白金桃？难道是他身上掉下来的？小张，对，设计方案交给雨翔。好的。金夏，缝好绣拿给我。金夏，哎，老师，工作要专注，如果无法集中精力的话，还不如先放一放。对不起，老师。大家辛苦了啊，先去吃饭吧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好嘞，好，没好好休息吧？对不起。哎，金夏，帮我拿下我的手包，在桌子上。啊，好。啊啊！金夏，啊，没事吧？金夏，你没事吧？白冰，医药箱，快拿过来。好。啊，来。没事没事，就磕了一下。这个底座加固一下啊！哎，太不小心了。他上次躲咖啡的时候身手那么好，怎么这次这么不小心啊？对啊，不是说他练过体操吗？哎，金夏，真的没事吗？我没事。放心吧，南环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坏？我刚打过电话，不过十分钟而已。是我太着急，使用了点特殊方法。对不起，金夏，又没经过你的同意，在外面守夜呢。没事。对了，小石，你方才在电话里说有人要故意伤害金夏，怎么回事？哦，金夏，还是你告诉他吧。就是这样。南环，你真的完全不记得那些事情了吗？一点也想不起世子了，就是我第一世的时候是怎么死的。关于世子的事情，我确实一点没有想起来，不过后来确实曾有朋友因为我而失去性命。会不会是巧合？毕竟梦这种东西是有科学解释的，齐老师你的梦也不一定就是前世记忆吧。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我认为还是提前做些防备吧。哎呀，我没关系的，你不用太焦虑，这事情也没有发生，等什么时候真的变透明了再担心来得及啊，对吧？对不起，金夏，因为怕你太担心，所以之前没告诉你。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没有，就是开始有点担心了。啊？今天早上老师提起这件事的时候，我还抱有一点侥幸的心理，但现在……说实话，我对此毫无印象，但毕竟我的记忆还没完全恢复，所以也不敢肯定。可是老师没理由骗我们呀，这对他没有好处的。也是。南华，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什么事？你
答应我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想起什么，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，不要自作主张的隐瞒我。毕竟，我现在是你的女朋友，作为恋人，我觉得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共同面对。要是什么事，我都后知后觉的话，反而会更加慌张。知道了，女朋友大人。所以，透明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上次应该是离家太远，灵能透支造成的。我想知道的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如果我们来不及回家汲取灵能的话，会有什么后果？大概会完全消失吧。是灰飞烟灭的意思吗？我又不是鬼。不过差不多吧。山叔，怎么了？山叔怎么失灵了？三华，怎么办？还好最近看了来自星星的你，怎么样？刹车油管被人剪断了。剪断了？你受伤了？弄疼你了？没有，只是有点凉。我和你说，这几天就别忙了，先把伤养好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还有啊，睡觉的时候尽量平躺，别压着手。说到睡觉，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什么？今晚能睡你房间吗？我的房间。晚上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再试一下。试什么？充能。怎么还有心情想这些啊？不方便。也不是，就是有点突然，我还要准备一下。准备？还想准备什么？被褥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直接抱进你房间就可以了。那不是两床被子了？对啊。有那么冷吗？你就打算在我房间打地铺啊？嗯，这样就可以24小时的保护你了。什么跟什么嘛？睡吧，明天我们还要一起上班呢。一起上班？对呀。
眼下情况比较特殊，我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着你。可是我是去工作，哎，你一直跟着我，我怎么跟别人解释？那我一直隐身呗。隐身一整天，家里到工作是几十公里，难不成你又想临门投掷？那就正好试试你能不能给我充当。不好好在家试，非要以身涉险。我如今在家时时灵能充沛，我可不想再体验过剩的痛苦，倒不如出个远门多消耗消耗。可是先试一天吧。好吧，就试一天哦。明天你上班，我顺便去附近调查一下今天发生的意外，如果真的有其他上古人所为，必定有迹可循。毕竟什么？疑点还挺多的。Mom, cheers. 这个鱼子酱是我特意托人从俄罗斯带回来的，特别正宗，你尝尝。你还挺有这个心情，与其做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，不妨想一想，明天你的三日之期就到了，你该怎么办才好？Mom， 这是我陪你吃的最后一顿饭了。我已经决定好了，以后永远不再见 David， 也永远不跟他联系。我会消失在你们的生命里的。Really？ Yeah。你从19岁起寄宿在我们家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你有多聪明，我很清楚。不过我也希望你清楚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心平气和的谈判，跟我开战你一点明面都没有。这一点我很清楚，所以请你放心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你真的不打算跟戴伟结婚了？你这么会算账，跟他在一起你能得到什么，是你早就算得一清二楚了吧？不过你放心，我宁可毁掉他，也不会看着你们好的。是啊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可太清楚了。我现在只是想好好解决问题，不想搞得鱼死网破。OK， 如果你真的能做到你所说的这样，以后不再跟戴维有任何的瓜葛，我后面会跟基金公司说，让他们不再为难你。I appreciate that. 我见你咳好几天了，你是没吃药吗？我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你宁愿喝酒也不好好吃药，早有天会出事儿的。妈，我劝你还是好好吃药吧，身体重要。都行。
个奇迹，我等过了几世纪，才和你再次身相遇。千年秘密茫茫无际，岁月摇摇晃晃裂开缝隙，我们的一世纪，不放人间悲喜，需要。